一间是踮人要食处女神，啊，拢会走来遮食，真侪人来遮。是这间讲，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几年啊？这间哦，要30栋啊，二九栋嘿。我后边迄个白楼内底遐，吼，你也算算的是安尼哦。是。爱食啥？食，食的海产拢食鲜啦，红鲟啦，吼，石龟鱼啦，吼，啊，蚵啊，这方面的啦，吼，拢足鲜。啊，就是无啊，迄落。无遐幼肉啦。好吧，迄落。无遐幼肉，啊，就来遮佚佗的吼，啊，就安尼来遮食一个中昼暗时安尼。啊。所以这算土城这所在啦，吼。对。台南市的什么区？在安南区啦。算安南区。遮到迄个妈祖庙较北边遮。好，是。你叫啥？叫啥？叫遮六项五项面拢总结。五项面拢。哎，拢总结。啊，来遮排第一个就叫。啊，今仔食这条店，你想占大手笔？今仔大手笔哦，今仔因为吼煮起伫遮，咱以前我食了上过好。啊，所以你啊。爱煲食，你叫白冰。我白冰做好。哎，啊来，搁有叫啥呢？搁有叫高丽菜，因为高丽菜过味。你看有迄个中秋前后吼，迄今麦都还好食。哦，啊，这生意做好吗？生意好搞。哦。暗时啊，有当时拢排队。哦，排长的。我咧我倒啊，你无看外口倒啊，拢安尼拢伫遐 stand by。吓，惊倒人。